的哟，你今日讲到来宾，应该熟悉不少人哦。讲有迄种专门会当欺负查某囡仔的迄种变态，介绍我。我把身躯啊一半分到你身躯去，我一个查甫人无啥方便，敢有啥麻烦你？到底应该扶起来？哪会安尼啊？我哪唔知呢？可能是瓦斯外漏，啊！你赶紧搞来去。先生啊，你莫来甲我叫啦！你话讲好清楚，你敢报警啊？也搁有，你毋是讲瓦斯外漏，我哪会无闻到甲臭味啊？弟弟，你家己看知影啦。你莫搞庙啦，快开！你莫来叫我。给我放开啊！你莫啦。给我放开啊！你放开！你以为看也袂少，我唔知哦。你给我放开！给我放开那些奸细！给我放开啊！吴家雪，你着去遮好好啊享受。哎呦，无提包包是要怎食物件啊？奇怪，扫地拢无接呢。妈妈的包包，妈妈，妈妈，走，救我！你们快来救我！妈妈，救我！来，快点去吧。在卡这片，弟弟，妈咪无惊，妈咪无惊。好佳哉，恁看到位，恁甲派人行走啊，伊要对我安怎？佳哉，天公伯有目睭，走，咱今日去报案。姐姐，我得命。浑身都是邪气，看你几眼哦，我就袂爽快；加看你几眼哦，我就强要破病。我才袂到我家己健康过袂去。哪里想到出现个家？请问你敢倒伫 ATM？ 啊，那无要创啊？敢来甲你交代？我是关心你。你拄仔讲我群众你，起码讲讲关心我。你小心，你若不是精神错乱，你就是心内有鬼。你莫跟我乱按罪名哦！你若是公平正大，谁早袂当跟我讲你出现假假原因？好啊，甲你讲嘛会使。我甲朋友哦约你做个饭店要啉下午茶，啊，颠倒是你，你无代无志走来世界饭店。啊，这个世界饭店内底哦有大侪歹查某，敢讲？你讲你来啉下午茶，我看根本就是群众我的借口。我甲永成，伫个世界饭店内面有一间房间，一直拢无提合无。我见过你哦，你若是要跟踪我，就靠技巧嘞，莫给我发现。你莫等于做才行。ATM 拄着你小心，伊一看到我，伊就足紧张的，佮讲一个五四三，伊佮我警告，讲甚物要跟踪伊要有技巧，伊愈安尼我就感觉愈奇怪，所以伊一离开，我就甲伊单条面四边捡起来。我感觉这笔钱一定有问题，要唔过我安怎想都想无。啊，唔过才三万块尔呢，
若真正想要甲恁少家财产乌乌空，一届三万就乌偌久，安尼敢袂伤忝？啊，阁有啦，敢干那一张尔？我唔知啊，不过我感觉这笔钱一定有问题啦。哎、欸，宝娜，你遐敢有熟悉什么朋友，伊他用这交易序号，就查出这笔钱是转去倒位？唔免这么麻烦。不是，你敢有你小三迄狐狸精的电话号码？有。无号码显示。喂。喂，你是倪小新？你是谁？我是想你钱的人。我跟你讲一件代志，你拄啊转过来的钱，数目唔对，有假冒。我照迄张纸条面顶的数字去转的，无唔对啊。就是有假。你收钱，代志无办成，报告要讨第二届。即马又搁要讨第三届，你敢袂伤过贪心？你若是无做亏心事，敢有需要付钱乎我？一个连强暴拢会失败的强暴犯，无资格来驾驶我啦！我爱你去驾驶吴家璇，结果吴家璇无代志。你即马无守信用，搁摕这件代志来威胁我，无可能啦！这件代志甲家璇将我糟蹋有关联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届赢，嘛袂阁付予你。那安尼，你甲我讲，我应该要安怎做，你才肯付搁较侪钱予我？李辉、吴家璇，伊确实红糟蹋。那安尼啊，搁较侪钱，我拢愿意付予你。敢真正是安尼？你会安尼讲，是毋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想要付钱乎我？你莫伤过贪心哦。你是叶丽美找来的人，你若是钱无够，你去找伊讨啊。我莫名其妙付这个钱，我得一个仁至义尽啊。这李小姐足超过的呢，我都知影，我嫂拄到这件代志，绝对毋是意外。今把我录音存着啦。我要来去找这个老王算账，我要替阮嫂报仇啊！哎，杨七，等一下啦，你把录音档先传给我。我跟你讲，这件代志哦，就袂输西北江同款，袂当凊彩文章去赌啦。那是凊彩赌哦，当然无说，若是发炎得细菌感染，到时阵代志得愈来愈严重。这个时阵，咱就是爱。有耐心，豆豆啊，等待，等这个龙头生出来了后，找一个专业的人把伊夹出来。是安怎？我拄才甲因讲话时阵，因拢唔睬我。虽然咱两个人唔捌见过面，也唔过我真清楚，你绝对唔是金太太。我唔是啥物狐狸精，我是因的代理岳母。这倪小新真正有够恶劲，去年年下叶丽美来糟蹋吴家璇。你安尼讲的意思是，你愿意甲阮斗相共？我倪小新做客商的人是叶丽，人讲擒贼先擒王，我就先对伊出手。刚才这个你有听我的？啊，那无，无来遮吃饭，就失去当当的支持你的好机会啊！不要。嗯，不要。这个当当的若是当支持你。人咧张宏杰，伊就袂当无徛伫这边。哎呀，当时蹲这个位置，嘛无人来甲你抢啊！啊，迄个礼物像啥呀？这拄只收发室摕来，恭喜刚当的快递，人当像啥？怎啊搞？因俺这点好戏，除了有女主角倪小新以外，还佫欠一个压轴的主角，一个女魔头。你是讲你想要甲叶丽妹嘛叫来？当然啦、啊。听讲哦，雷峰台怎啊讲会当辟邪？一定是有人要上来给江党趋吉避凶用。一定是迄个查某人会避鬼避怪。我只是哦，上一代会当辟邪怎啊讲，啊写一段民间故事。刚刚安尼，就去影响刘洪杰的情绪。你根本就无爱洪杰。
别跟我废话。讲就讲，那就出手啊！你现在是要跟我好好讲话，还是要继续起脚动手？到底有什么问题？